好啦，军事出击，摆翻前啲啦，今场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出场，本地级赛2000米香港金杯准备。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军事出击啦，出边位置仲有花月春风啦，中间黄衫士士为王，出边用咗象蓝噶，再跟住中档位置咧仲有同个世界啦，咁啊一路逼住咗嘅士士为王个位喎，再后多少少嘅马匹啦，咁啊先见到咧，咁啊就系呢个最必胜系尾字啊，暂时电流就系嗰只多名利嚟噶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呢个咧就系16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带头花月春风啦，出边第二位有象蓝啦，内栏第三军事出击啊，咁啊出边第四位咧就士士为王就黄衫噶，再后边5、6、7位嘅马啦，咁啊见到咧咁啊就系呢只尾三位置就系最必胜啊，红红地色衫噶，尾子同个世界啊，咁啊暂时包咗落尾咧就系嗰只多名利嚟噶。好啦，跑队对面直路接近中段啦，花月春风内栏带象蓝响外边第二位，分列3、4位，内栏位置咧就系呢只军事出击啦，外边士士为王嚟噶，再见到后边第五位中间同个世界啦，内栏位置尾子咧就系最必胜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咧就系嗰只多名利嚟噶。好啦，过埋呢个1000米段柱啦，前面咧睇嚟都唔慢咁，花月春风一路占先，外边象蓝紧扣疆城都系顶住上，顶住咧望空都要上啲啦。再后边嘅第三位内栏有军事出击啦，咁啊出边位置士士为王啊，再后边嘅马匹仲有最必胜同个世界，暂时包尾咧就系呢只多名利嚟噶。睇翻前面先啊，咁啊只只都好似跑得好谨慎咁啊。内栏花月春风跟住第二位有象蓝啊，内栏第三位绿色衫军事出击啦，咁啊再喺外边就系呢个士士为王啊，内栏位置最必胜中间同个世界，暂时包尾咧就系嗰只多名利入直路啦。前面透出花月春风斗紧象蓝，中间军事出击追紧啊，士士为王喺外边。大外檔多名利亦都上緊嚟，最後300米，花月春風內欄象藍中間，綠色衫就係軍事出擊嚟緊啦，出邊上緊嚟仲有多名利，最後100米，軍事出擊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香港金杯噶啦，揀腳嘅啫，花月春風內欄中間象藍出邊多名利，軍事出擊贏第二名，花月春風多名利要影相啊，跑第四名係象藍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軍事出擊，終於都有翻個真面目示人啦！擺翻喺前面走，入彎，尤其是入彎嗰下，贏在莫雷拉，轉彎咧就壓出嚟，將士士為王拱埋出嚟。結果軍事出擊大勝對手，第二名花月春風多名利近啊！跟翻前贏到冇得跑啊！重現翻馬王嘅本色，臨尾有21蚊嘅獨贏添。跑第二，花月春風啊，真係穿到冷腳啊！但係嗰條連贏位原來係著咗啡格，得翻10倍。係，係啊，只五一路落飛啊，嗰啲 Q。第三就係多名利，第四嘅就係象藍啦。反而士士為王呢場嘅表現就失望啲喎。因為我屙出去跟住就唔係好衝啊，已經。演翻真章啊，軍事出擊啊，臨尾其實佢落飛好緊要㗎，就打到嗰只士士為王回翻飛㗎。咁大家都21蚊開跑，成功衛冕香港金杯。睇下第二名張相啦，咁啊花月春風沿途喺前面操控再補出啦，都翻嚟啦，有個第二啊，咁啊力壓自己嘅球女多名利。呢場就算唔換人，可能都贏嘅，係嘛？好啦，睇下重播啦，睇下韦达嗰只大热门临尾回飞又点跑先。咁而家就同阿军事出击隔篱，咁前边就花月春风，外边杀紧埋嚟阿象蓝。佢同个世界想攞前啲嘢，其实都你见到系啊，想揞住嗰只象蓝嘅，不过嗰度唔够快啊，都系象蓝埋咗佢先。系啦。呢度慢啦，你見佢緊扣疆城啊，都捉到彈下彈下。獅子為王啊！係啊，獅子為王彈下彈下。獅子為王想埋啲，咁啊一路扭側佢少少個馬頭。雷神啊，都係想一陣間都係揾生位噶啦，不過呢度定曬啦，跑好曬車，你又冇得揀噶啦。跟住再後邊最必勝同個世界一對多名利啊，都係擺喺個尾度走噶啦，都預計佢係咁樣走。呢度啊，象藍啊，壓出去喎。都冇乜車擋啊，獅子為王呢度。咁搞笑嘅。呢個咪策略之一嚟嘅咧嚇，咪係咯，佢壓出去，係咯。咁但係嗰度又真係走咗出去喎，嗱，花月春風呢度又走去移出少少，
嗱，呢度都係策略嚟喎。大摩嗰隊一齊都唔要，即係轉彎前都係離開條攔少少。象攔嗰個係自制三疊嚟喎，頭先係。咁你又好特別嗱，你呢度你花兒春風都唔外攔㗎，一路都。嗯。咁啊好啦，跟住軍事出擊，跟住佢啦。咁啊後邊多名利。哇！落後成五六個馬位啊，佢追得好勁啊，真係犀利。睇入直路點取位啊，大家。唉，呢度先衝啊！大家鬥爆一段唔夠人爆咯，仲加埋自己有少少閃添只馬。你嘅貝湯美麗一路打住右手邊，一路左手抽住，呢度仲要望一望裏邊。哎呀死啦！仲閃入啲，咁翻嚟緊緊冇個第二隻，其實都係跑唔出水準嗰只，真係時時係。係啊，嗯、我諗偉大知道冇乜，所以就都唔係好。逼只馬咯，我覺得佢直路。咁睇睇個分段時間，26秒74、25秒23慢步速，跟住23秒55、22秒98踩啦，末段12秒71，總時間2分01秒21啊，係快於標準時間都接近1秒09線，1秒09線。